记得要赶快去领哦，那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哦，去外面的，外面有送波的体验哦，外面有送波的体验的哦。如果有想要体验的，我刚看到很多的阿公阿嬷已经去那边看一下什么是送波，什么是送波，所以有兴趣的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去那边去体验看看，去体验看看的哦。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表演的真好，真好。恭喜。